腰肌是臀部髋关节非常重要的肌肉，如果久坐不运动，可能会导致髂腰肌紧绷，让身体酸痛，容易疲劳。快用蜥蜴姿势伸展，六个步骤预防肌肉僵硬，缓解腰酸背痛。步骤一，首先以弓箭步的动作来进行两腿的拉伸，放松整个腿部的肌肉，两只脚交互伸展。步骤二，呈现单跪姿，后脚膝盖着地，脚跟抬起，可以在下面垫毛巾保护膝盖。步骤三，将双手贴地，让双手和前脚在视线中保持平行。步骤四，移动后腿，让大腿前侧有被伸展的感觉，前脚往前，让臀部慢慢往下压。步骤五，垂下头部，并且深呼吸十次。步骤六，也可以将上半身放在床上或椅子上感受伸展。今天下班就在房间找个椅子，自己试着做做看吧。